恐龙热潮持续发烧，侏罗纪世界上映不到一周，全球票房已经卖破5亿1180万美元，打败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二，刷新影史最高开票纪录。而男主角克里斯帕拉特更成为媒体关注的新宠儿，他上节目宣传电影时幽默风趣，还超会搞笑，从胖哥变成肌肉男的他完全没有偶像包袱。 Yeah, welcome to Jurassic World。而在拍摄现场，他更是玩得不亦乐乎，做伸展操、深蹲、做鬼脸还不够，克里斯帕拉特在两个小孩面前奋力扭腰摆臀，兴奋到停不下来。Pictures up. Oh God, Chris, I can't stop it. Okay, now put the camera when the camera goes like that. Oh no, dude, it takes 45 seconds. I'm sorry.克里斯也透露自己超不会吹口哨的，但模仿侏罗纪经典配乐倒是很拿手。Yes,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